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厨房已经下班了。啊？对，因为我本忙，我们是12点钟下班。那我们没有热菜了呀。因为我刚才跟你们重复了一遍，所以。对，我刚手机没电了。那边的可以扫一下充吗？我扫了。没有，我点了一个菜，然后他忘记加了，然后现在厨师已经下班了，我刚刚才问他，对，我刚没电了，不像刚刚那个，说到哪了？刚刚说到哪了？中秋快乐。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有了氛围。谢谢。节约点，那你们就看我吃两口吧，谢谢。喜欢什么馅的月饼？我喜欢吃大班的冰皮月饼，很好吃，小时候最喜欢吃了。谢谢。这个牌子怎么了？啊，最近有负面新闻哦。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，我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小时候了。五仁，我不喜欢吃五仁。我小时候最讨厌的月饼是五仁月饼。谢谢，真的，这是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的月饼。真的，千万谁给我吃，我跟谁急。蛋黄，小时候对莲蓉双黄我比较喜欢吃，但是我现在觉得那个月饼太甜了。谢谢，五人党不服，我接受不了，我反五人党，我是反五人党。我现在试试五人会有不一样的味道，还是不了吧。但我知道现在有很多。很奇妙的味道。比如老干妈味。榴莲巧克力味。麻辣牛肉味。对。这种很黑暗料理的味道，当然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恶搞还是什么东西。谢谢。初恋的味道。那你的初恋还蛮特别的。谢谢。哦，这个，
那个切月饼，看得我很想去切了。第一次用苹果手机的时候，下的第一个游戏就是切水果。为什么我喊谢谢会召唤出你们的 Siri？ 对啊，好久好久以前的游戏了。我觉得我的 Siri 不会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Siri 很难出来。Hey Siri， Hey Siri， 你看，它不会出来。我的 Siri 比较的可能随我，比较的傲娇，比较的冷漠。也不冷，没有冷，不冷漠，比较高冷。谢谢。我的 Siri 得按它，它才出来，所以比较傲娇。我开了，我开了的，他偶尔会出来，就比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说到了什么，他自己跳出来了。我英语不好，为什么把你们的 Siri 叫出来了？刘海长得好快。对，因为我每天都有在洗，早上洗一次，晚上洗一次，我就是为了它能够长快一点。之前那个刘海我实在是觉得太难看了，谢谢。你们这么晚还没有睡，明天不上班。对，这周睡的反正比在中心睡的要早多了，因为每天都躺在床上再躺一下就睡着了。跟我过中秋，是现在就是在跟你们过中秋，明天也是为了你们在过中秋。对，因为要起得很早。谢谢我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也不知道多久能把它吃完。谢谢。那你们要不看我吃会儿，我吃一会儿。有中心了还排练吗？可能练一下下吧，可能不会练到太晚。我还是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，就根据前车之鉴，就是还是要保证一下质量，不能保证数量。哎，今天我们班主任，对，还要跟你们说，
我觉得我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，我觉得我们班主任就是现在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很好。然后班里的同学也特别的积极，就我们之前老师安排下来的那个，说让我们自己就是搞一台晚会形式，就是那种初检嘛，初次检查对我们班的。大学班主任，不是班主任，我说习惯了，是专业课老师。班里有多少人认出你啊？这个你们还好意思问我？你知道我那天跟他们聊天，就说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在发在网上了，说深大的新生吗？然后下面你们的评论都在艾特我。磊磊快来看你的新同学，然后还把我照片上去，他们全部人都认识我了，是你们让他们认识我的。他们本来不知道，他们本来都以为他们班人已经齐了，然后就是因为那条微博下面你们一直在评论，就是有个小明星来我们班了，然后我上学大家都知道啊，谢谢。我最近跟我室友玩得好的，我才问他们，我才从他们嘴里知道的。有什么趣事啊？迟早会知道了，迟早会知道了，只是你们把它再提前了一点是吧？班会自我介绍就很正常啊，我就很正常的介绍。你们一开学说我的，但一般不会有人啊，一般不会有人锁了，就像我高考那会儿隐藏的多好，没有人知道。大家我要好好学习，谢谢大家，不敢太高调。谢谢。为什么微博没有办法和同学互关？在班里没饭吃吧？我在班里怎么可能饭吃？工作号。班里大姐姐也不是。他们也不想我关注他们了。
那个时候还有问到这个呢。看你们弹幕在刷小号，我有必要吗？我开个小号就去关注我同学。完了就丢在哪儿了。没有，他们也说了，他们还问我，他说，哇，那你微博可以，那你微博是不是不可以关注我们啊？我说其实应该可以吧，因为是同班同学。啊，那还是别，千万别关注我，不要了。然后我现在他们知道我录 vlog， 然后他跟我说，哎，蕾蕾，你那个 vlog 天天在录，有我们的镜头。借剪一剪哈，对，跟我室友还挺低调的。不过我当时聊到，就是跟大家认识了之后聊到 vlog 这个事情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之前也会录。我的室友他们说他们在网上看到了你们叫我磊哥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看来的，那他现在就叫我磊哥，每天叫我磊哥。磊子哥，他们可能觉得磊子哥有点奇怪吧。我再开一呼呼我就关了，我就赶紧把这个吃两口，然后打包带走。嗯，感觉可能这里要准备关门。嗯，那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嗯，要明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再开。有时间的话。拜拜，晚安，早点睡哦，不要因为放假就睡得很晚，就早睡真的是脑子转得会快一点，人也会开朗许多，谢谢，拜拜。